确实，我不知道这他们弄得多吗？这个工作地方。昨天在有一个医院。有一个医院。那个有一个工作用机做的。那是干嘛？就是做什么的？我火地方很多。做那个软件。那个就是那个方法面。我慢慢运用这个是吧？对。还是不好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没考虑的这是更能冲击这个比较硬放上不是很大为什么都上了卖过来因为这个飞沫的声音就是很大的